台湾选手周杰瑜晋级，记者陈志取舍。记者年鸟云台北报道，2018年安利一支远杯世界女子花式撞球锦标赛精卫预赛最终日，共有八名台将闯进复赛，大眼妹周杰瑜、魏子倩、郭思婷三人取得四战全胜，以分组第一之姿跳级闯进16强。寻求生涯第四座安利杯冠军的周杰瑜，今天是以7-1解决德国女将格林，抢下预赛第三胜，再以7-4击败印尼选手蒂卡洛。世界排名第二的魏子倩，去年是大运为我国摘下撞球双打金牌，历经大赛洗礼，心态更加成熟，今天后以7-5击败美国好手维拉瑞尔，再以7-3重挫爱尔兰女将高尔。撞球天后柳信美晚间在主桌战以7-5逆转白俄罗斯美女沙特，顺利以3-1分组第二名晋级。她谦虚笑称，其实已经达成目标，当然希望还可以更好。和许多年轻小将同场较劲，48岁的阿梅姐表示，看到大家表现都比之前更好，觉得很开心。卫冕者中国名将陈思明在预赛不敌台将谢玉文、郭思婷，取得2-2，和前年冠军菲律宾天才少女山提诺比较得失局后，以分组第三名惊险晋级。本届安利杯晋级复赛的台将还有谢玉文、洪梦霞、陈和云、陈嘉桦。台湾选手柳信美晋级，记者陈志取舍。